国的小朋友，不要害怕，我们跟你们在一起，保持健康，不要摸彼此眼睛和嘴巴，早点去睡觉，吃好东西，多洗手，多喝水。我画了这幅画送给你，我希望中国小朋友不生病，生病的小朋友快点好。武汉的同胞们，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，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病毒打败，我们的心跟你们的心在一起。我们在洛杉矶给你们打气，加油，坚信一定能克服困难的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中国加油，武汉和中国加油，中国加油，中国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大家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中国加油，海外的中国人永远支持与爱你。